将强化妇幼安全之维护及相应的巡守，并主动邀请社会局等相关单位及家属研讨后续的安置作为，妥善安置该名妇女，以共同守护辖内治安及妇幼安全。有关中立火车站女性乞讨的个案，那经了解个案已经成年，那昨日已由家长接回，目前安全无虞，虽有生活自理的能力，但因疑似有精神疾患，那么会于固定的时间至中立车站行乞，那家属定期会陪同个案就医。那本局社工除持续追踪提供案家必要的协助之外，我们将会同公卫护士提供卫教咨询相关服务。他以前就在那个地下道还没有封的时候，说，因为我们那里大概全部都是男生嘛，他有时候晚上就在那里睡，在那里睡啊。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带回家，后来好像有警察把他带去防治去哪里？他有说东西拿来，他可能自己不喜欢吃的嘛，他就要放在我前面，我要跟他说谢谢。好。衣服要给他都不要，他只要穿的每天都穿那件衣服，他比较年轻，衣服要给他，我都跑过去问他，稍微漫长了两波。